轰动了，这个时候就有这好像第一站就上岸，上岸，上岸，上岸。他表演。大船穿坐好换小船。看表演。看表演。坐龙船看表演。啥后面去？因为我坐的位置是吧？位置又没坐到他，他一个位置给我抢去坐。来，小可以给的，来来来来看啊，能坐的来我。来到这边来，这边还有坐啊。来，找个找个一个位置。好，帅哥哪里有个位置？啊，找位置坐，找位置坐。这边有位置，这边有位置。你还可以坐左的，稍微挤一下啊。这边还有位置，这边还有位置，这可以挤一个啊。这可以坐一个，还可以进去，还可以进去坐。这还可以坐。好了，马上开始。好，谢谢，欢迎各位游客朋友们光临圆明新园参观游览。这下就是小李子在这儿给诸位王爷娘娘哥哥辈子们请安了，主子们吉祥，吉祥，掌声呢？好，谢谢大家稀里哗啦乱七八糟的掌声。好，吉时已到，奏乐，请大家欣赏《美人吟》。今是良辰吉日，皇上龙颜大悦，特为还珠格格的妹妹还牛格格挑选驸马，望在座的各位帅哥靓仔踊跃参加。漂亮，我咋听的都是娘娘说漂亮啊。王爷有没有说我们小哥哥漂不漂亮？漂亮就好啊。那在座的各位帅哥靓仔们有没有主动上来当驸马爷的？看怎么样啊、哦，我们哥哥说了，帅哥还是很帅的，是帅的没法再帅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奇怪，但是呢，我们哥哥说了，我们还想再选一位帅哥上来给我们这个帅哥。啊、那个帅哥，你可以带礼物上来。我好，带上去。这样哈、啊，两位帅哥上来哈，那个来，两位往后仰，这样。两位帅哥上来了，这样奴才就给两位帅哥讲一下咱们这个有钱财，来，全部来，二拜皇上，从此为了格格忙。好，来吧，来，夫妻对拜，来拜，从此勒紧裤腰带，再往前我们的格格就要跳湖里去了。来，游客朋友们，办完堂之后接下来该干啥了？洞房。这些都说了，皇上不急太监急，娘娘比太监还着急。来，上栋洞房。好，来，两位爷，皇上在下给咱们的皇上合影留念。好，来，大家给喊一口啊，西瓜甜不甜？甜。
你当狼爷了。一条一条来，好的，下一条阿姨。啊，跟。坐船回去了。香掉了。我。好来，我们自己对的。大西瓜。哥哥。扇子没有拿，慈禧太后一个皇帝。二三四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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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面还有三个。他坐后面不能坐三个，前面这里。后面坐两个，不能坐三。边讲，我们太瘦了。不是，那我跟你讲，我不到呀，我七点去吃，我怎么会呀？他煮来不及了，后面又有出菜了，他煮来。啊，炒面吃一点点，本来是他去拿的碗，不要紧啊。我进去的时候没菜啊，我说那怎么没菜了？哎，我看我小弟吃那个，好像那个绿豆那个四神那个呀。一半啊。哎，好像很好吃，可是我进他骗我，我说甜的，咸的都甜的。咸的。都是的，咸的啊。看到甜的。不好吃。哇，蒙古啊，你咩都看蒙古。来，我们来到这个是上面有一个，你是往上面有一个路口，往上面斜坡走，对，往上面斜坡上去就有一个路口了啊。达不到这个景致，对，这是效果。我原来那么近，我不想买头发了呀。是不是在前面那里啊？珠海，这一位是海女，头顶上顶着一个珍珠。好了，
我们这个姜咬怪，你看，你看，超爱吃，超爱吃，你看，你看，肚子鼓鼓的，超爱做怪的，对，哎，哎呦，体力旺盛，体力旺盛。